大家好，部长你好，非常高兴啊，您率团到上海参加商投论坛，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您和代表团表示。早上好，部长你好，非常高兴啊，您率团到上海参加商投论坛，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您和代表团表示欢迎，谢谢。谢谢。上次是在同选决定同选举前后，然后在上海出差。那这一次来到上海，好像也还是出差，但是我想现在责任更重，所以我会加倍努力啊，希望能够透过双城论坛这个平台来促进市政的交流。就可以看到，就在隔壁。